今天在这个外面碰到一个兄弟啊，这个兄弟不一般，有功夫的。别看他穿的就是说有点那个，不一样啊，但是功夫很厉害的。我去的话见过他耍那个双截棍啊，那真的很溜的。兄弟，你来横店有多久了？两年多了。两年，那就是去年才来这个横店是吧？因为我去年见过你，你在那个明清宫耍那个双截棍啊。对，很厉害的。当时的话我不敢过来，我怕你打我，知道吗？又是翻跟斗，又是耍那个双截棍。这时候你来横店的话是有那个梦想是吧？就是想拍那个电影是不是？对，拍那个动作片是吧？但是想拍，不是说想拍就能拍的呀，现在连部手机都没有。我来手机可以买呀，可以赚钱买呀嘛，可以赚钱。怎么赚嘛？怎么赚？赚了我钱，我都不知道怎么赚，没人。那叫我也没说做过其他人，那叫我去打工，打工根本就不来横店，感觉那来横店90%以上都不是想打工的，对，是这样子的。你现在耍一套那个你难度最高的动作好不好？你耍一套，然后别人看了以后就会来找你了，找你合作了，怎么样？我现在练不动啊，感觉不想动是吧？不是不想动，练不有点练不动，就是打跟头拉个拳就可以了。那你就稍微耍一套吧。等一下，我都怕你来看笑话了。不会不会。我真的很欣赏你的，来，腿这么蹬得很快，蹬得是很快。我再拍那个腿了，拍到那个腿，刚刚是手。腿，那我踢，我把鞋都给踢掉了。不是，你踢掉了，我帮你捡，啊，你踢吧，踢掉了我帮你捡，怎么样？先去捡鸽子，捡一下啦，对不对？捡什么？捡鸽子吗？什么捡鸽子？人家大巴车开过来，不是很多人跑上去跑巡演的吗？你就说哦，我也想去跑巡演嘛，现金是吗？我来解释，就是捡鸽子，就是有些人他不去了，然后他们那里就少了一个人，然后你就补上，知道吗？就是捡鸽子。我一听你没去做过，我也不知道他这种人。反正就是说你在横店，两年了，从来没有拍过戏是吧？我大部分都在明星宫里待。在明星宫那边，那你来横店的话，你是住在什么地方？住在外面，住在外面，去大街。对，你这个大冬天你怎么去大街呢？冬天以前你说我在那里就睡过来的，你说去年看到我就睡冬。你不冷吗？冷就冷啊，没办法，冷也不冷。你住在哪个地方？可不可以带我过去看一下？就是我有空就过来找你嘛。冷主要也冷，你是冷，主要是怕饿，冷倒不会不怕冷。哦，万一那个条件的话，越冷我越练，下雪天我都要练呢。练功夫是吧？越热越练，越下雪越练，对，就要去练那种极限给人家看嘛。那你平时你吃饭怎么吃？啊，自己花钱吗？我别人要钱吗？找别人要钱的。对，这样。以前我在明星宫那里练嘛，以前我是在那里练，练了之后，那里人家一见到我，或者人家聊天就问人家要点现金吃饭，那段时间就从那里度过了。那段时间就是那。兄弟，你听我说，你这个身手的话，你赚钱是没问题的，知道吗？啊，你这受伤了是吧？看一下，这是你功夫的时候受伤了，不是？那你可不可以带我去你住的地方？可不可以？就是我下次过来找你嘛。现在到明星宫多远了？怎么去？你住在明星宫？明星宫哪个地方？那个外面，是吧？那我屋檐下。啊？那我屋檐下。屋檐下。哦。晚上就睡在那个正门，正门我都是晚上我都睡那里。今天吃的饭吗？啊，现在还没吃中饭，吃了没有？现在还没吃。不会吧？那我带你去吃个，我帮你打个快餐好不好？可以。啊，可以。那走吧。这位兄弟是带着梦想来到横店的，他想拍电影，但是呢拍不了。他的话现在是身无分文啊，吃饭都是问题了，别说拍戏了，他什么都没有，手机也没有啊。在横店的话，没有手机的话，你是，干什么都不方便。现在我们带他去吃一个饭。刚刚我们说，你这个兄弟是个快餐，然后他就告诉我们这里有一家快餐店。哎，兄弟，你老家是哪里的？贵州。贵州，是吧？哦。你今年多大了？30了，是吧？马上了。我93年了。不是三十了吗？
对，差不多了。是啊，在横店不容易啊，是吧？九几年吧。我九几年。九七。我是八零后。八零后。我以为是九七。不是，我这个心是急的，不知道怎么办了、啊。一天感觉到这种年龄，时间现在一天天过去。你那个功夫、嗯、啊，必须天天练。确实是这样的。嗯。稳定的时候感觉到，哎，就练这些重了什么？哎，不练了之后感觉整个人都空了，哎，就是活着受。这为什么一下你会有点乱了，这个头脑好像空掉了，这个世界一下想不明白了，有的时候、嗯、所以说感觉还是练练之后对就能找到自己嘛，对不对啊？是坚持，但是你有展现你最好的一面，这整体你展现的那个拳法的话，嗯，还不是很好。下一次你展现你最厉害的那一面好不好啊？再试一下嘛，啊，没事，你展示你最厉害的那一面，展示一下、嗯、让别人认识你。展示对腿功，对腿功也可以啊。好、哦、吧，我这个斜这个踢，你看能不能？看、哦、我把我鞋给踢。你这个鞋子为什么这么烂呢？鞋带和绑一下嘛，鞋带。对啊，把系好，它就不会掉了。好，就长一个旋风。可以可以可以。连环扣。好好，那个也是，那个也系一下。对，我就怕把我旋风踢是吧？连环踢，连环踢啊！